你想当第几名啊？多少名？你想当第几名？我要23名。23名，好。虽然我不知道你第几名，但是接下来第6名，他每一次舞台都极具个人特色，他古灵精。还有这里的楠楠，猜一下他在模仿啥？未来的日子，请一如既往继续和少年们携手前行，我们一起追逐。没错，他在模仿厉老师飞奔下班，哈哈哈哈哈。